继续是巴掌拉哈西亚。Bhakti Vinoda Thakur, Bhakti Vinoda Thakur Ki Jai. Hari Bhakti Vilas 讲到以下的指引，关于念诵。Hari Bhakti Vilas 有很多的诗节，是给到很多资料给到我们怎样去修行，比如说 Ekadasi 怎么进行，好像一本鼻子怎样去跟随，怎样唱诵，怎样去跟随 Ekadasi， 很多很多，在 Bhaktivinoda 在这一本 Hari Bhaktivilas 有很多的指引。命令我们应该要跟随的，其实我们应该跟随这些指引命令是很困难，但无论如何以我们的能力去跟随是个只有他们的恩赐，所有 Goswami 的恩赐。所以 Hari Bhakti Vinas 给到以下的命令，怎样去念诵？所以 Goswami 给到我们的指引，首先就是发现所有圣地，还有建立神像，还有写下经典。最后一个就是怎样跟随礼节 Vaishnava 的礼节。所以 Hari Bhakti Vilas 这一本书，就是有着很多 Vaishnava 的礼节。念珠是由图拉西所做成，或者是一个珍贵的石头去满足所有内在的欲望。念珠可以用任何的宝石，还有土拉西，或者是土拉西所做成。不要做出结论，让我讲完以后才
Japamala 就是念珠，用以土拉西或者是珍贵的石头所做成，可以满足我们所有内在的欲望。很多人在我们的圣帕达亚，他们都用土拉西。有些人他用其他的玛拉念珠，一些是石头，有些水晶等等去念诵的。Japamala 的形象好像牛的尾巴或者是蛇，是非常的吉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牛的尾巴从或者是蛇，它的形状是大然后小的，它的尾巴，所以 Japamala 念珠就好像牛的尾巴或者是蛇，就是很吉祥。一个人不应该去触碰 Japamala， 用他的食指。当我们从 Guru Dera 里接受启迪之后，我的 Guru Mahara 就指引我们怎样去念诵。Guru Dera 也是这样，他们教我们怎样去念诵。很多次我都跟Guru Dera 在一起，我都听到他怎样教我们。他就说使者不可以触碰，因为这是恐生气怒气，所以这些手指不可以用这个手指去念诵。还有不可以摇摆这个念珠，不可以这样，在念诵的时候不可以摇摆。Radha Krishna 他们坐在秋千，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念诵的，所以在念诵的时候不可以摇摆我们的念珠，不可以。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讲念诵的时候都在摇那个念珠，不应该的。但念诵去改变念诵的时候，念完一圈然后换转，我们只可以用拇指还有中指，不可以用食指。中指跟食指，拇指，不可以用左手去触碰念珠，还有不可以让它掉在地下。我的 Guru Maharaj 很生气，见到有些人用左手，因为左手是不吉祥。当我们去崇拜神像还有居士，当然我们沾湿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到左手，但是不可以用左手去供奉任何东西，水啊、土拉西啊还有花朵都不可以用左手，只可以用右手。所以如果任何人去用左手触碰念珠的话， Guru Maharaj 就很生气，他说你没有念学习的吗？你没有学习 Vaishnava 的礼节吗？不可以的，永远都要用右手。有人说了，如果没有右手怎么办？如果有些人没有右手那怎么办呢？那是另外一个情况。如果有些人没有手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么念诵，那个是特别的情况。所以哈利巴提维拉斯就有这些命令，不可以摇摆
念珠， mala, 然后改变哪个方向的时候，只可以用中指还有拇指， fall, 不可以用左手触碰，还有不可以从你的手中掉下念珠。还有，然后说到那些有无字享乐的欲望，还有解脱欲望的，他们念诵就用中指。我们每天怎样去念诵的呢？我们不用食指，只用拇指还有中指。但是在这里，这本书说到，如果用中指去念诵的话，你会得到什么呢？就是无知的享乐还有解脱。那么怎么办呢？所以看一下 Srila Bhakti Vinod Thakur 怎样去解评价。Although it is mentioned that one can use a jap mala of precious stones, 一个人可以用念珠，是用宝石、珍贵的石头去念诵，但他们不是我们的 sampradaya， 不是我们的传系，所以我们没有用一些石头去念诵。然后说到，说到这个师姐说用中指去念诵是有无智享乐还有解脱的欲望，但是我们既然念诵，因为我们跟随我们 Guru Parampara 的方法，因为我们的 Guru Parampara 既然念诵，所以我们跟随，所以我不可以基于 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 所说的话再给出评语，因为我们应该跟随。图拉西是很吉祥，图西玛拉是很钟爱的，是对主很钟爱的。哪怕我们顶拜很多很多次，没有图拉西，他都不会接受，所以我们念诵就是用图拉西。然后哈利巴克提维纳斯就写到，当我们念诵的时候，我们应该一心一意，要放弃去讨论世俗的命题。我们所有人都这样做，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念诵的时候，我们去讨论一些东西，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病毒还有政治等等。因此一个小时，我们念诵一个小时，没有人去打扰，我们所有人在视频看到大家去念诵，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要求所有的奉献者都到这个视频，打开他们的视频，看到所有的奉献者。如果你不没有打开你的视频的话，你会做其他东西。马哈在念诵，我可以做这做那，所以我要求大家。但是很多的奉献者没有打开他的视频，因为我一再要求你们打开视频，你因此可以专注在你的念诵，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你在做什么，所以你会很专注，所以这个是很好了嘛，是吧？所有人都在看你，看到你，所以你一定要专注，你一定要念诵，所以至少一个小时，我们每天去念诵五个
五个圈是很好品质的五个圈。啊，当一个人念诵，一定要一心一意，然后放弃讨论细数的问题，有一个纯粹的心。我们想到圣明的意思，然后很有内心的去唱诵铭记的哈利呢。如果古鲁马哈拉说过，如果你念诵的时候你有着一些知识，你在想你从这个屋顶跳到另外一个屋顶，你就知道你不是在念诵，只不考虑是念诵，是其他的东西。念诵是当你念诵的时候，是完全的专注在你的音，还有一些叫时光，一些哈利卡塔，是完全的 Krishna 知觉去念诵，那就叫做念诵。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状况，我们需要去评价自己，最好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要求大家打开视频跟我们一起念诵，我给到很多的机会，哪怕你在开车，有时候我很累，有些时候我就想，不同的时间，我放弃几天吧，但是不，因为每天有很多的奉献者跟我在一起念诵，如果我停止的话，或者我们不可以再那么专注的念诵。所以就是整个概念，为什么要有这个念诵课？有些奉献者去搞一个念诵的学习营，好几个小时一起念诵，因为当大家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做了。但是有些在奉爱已经很进步的，他们就可以完全的专注。在哪个情况是另外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的念诵是总是去看电视啊，去讨论其他事情，在玩手机啊。当我们念诵，去在走路，在看电视，看手机，很多很多类型的念诵，但这些念诵不是纯粹的。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东西，就知道 Guru Maharaj 在说什么，因为他在他的他哪个状态去说，他是很高的一个状态，但是总有一天我们是可以去到的。所以至少16圈我们可以这样做，哪怕我们不可以专注曼陀罗的意思，或者是当我们在念诵的时候没有祷文，也不知道我们的心在想什么， 但是我们总可以花一个小时去专注。我希望我们可以念诵两个小时，但是我们工作以后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做。所以一个小时是很罕有的，很珍贵的，我们可以一起去念诵。这就是我在念诵一个小时，跟所有的奉献者在整个世界，有不同的国家，荷兰啊等等等等，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在念诵。但是
但是另外一个小时，你们可以按自己的国家的时间去一起去念诵一个小时。所以只是一个小时，你们都可以一起念诵。所以至少一天有两个小时，我们可以专注在念诵，是所有东西的精华。为什么念诵我们要一心一意，然后放弃讨论世俗的命题？是的，因为有些命题是关于 Krishna 的，是可以，但是我们不是。只有我们在跟奉献节联谊，就好像我们在荷兰有个学习营，我们的学习是怎样呢？就是有些人去问问题，我在回答，然后我们一起念诵。以一个纯粹的心，我们应该去想圣名的意思。然后如果有些人是想知道圣名的意思，很简单的意思，就是Srila Bhaktivinoda Thakur 对哈利南的解释，很简单的。但是有些人想知道哲学的，还有每一个字它背后的小时光的话，然后你可以看 Srila Jiva Goswami 的评语，16个字，就包含所有 Krishna 的小时光，你们都知道是吧？所以，奉献者，知心的奉献者，希拉古鲁德说道。所以念诵的时候，你可以想起你学过的师姐，所以让你的心意可以专注在这个状况，你不可以停止你的心意，因为你的心意总是左右摇摆的。Srila Bhaktivedanta Bharati Maharaj 问过一个问题，有一个奉献者问到 Bharati Maharaj 一个问题，我的心里总是想东想西，如果心意不是这样的话，那心意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心意的性格性质，所以心意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去学习世界的时候，为什么念诵去想起这些师姐呢？所以让我们的心意在哪一颗是专注在哪些师姐里面。所以那些师姐的意思，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Krishna Varnam, Krishna Krishna, Sangva Bangastra Pashtam, Yajya Sangeetam Jai, Yajya Sumerasa, Hare Krishna, Krishna Krishna, Hare Hare, Hare Rama, Hare Rama, Rama Rama, Hare Hare, Nama Sankirtan Yasya Sarva Pada Parmashtam, Nama Dikshaman Yasya Dalma Vami. But, this is a progression, this is not...这个不是终结，是一个程序。最终是我们念诵的时候，是每天去念诵。你唱诵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分心，所以你去想起这些事情也是一个支持支撑。我们应该要怎样说，在 Brindavan 我们去学习世界的时候，我们写在纸上，然后再写它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在 Mathura 的时候，在屋顶的时候去学习世界，然后当我们念诵的世界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猴子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就这个地方，所以怎样？怎样我们的心意可以不专注在猴子，去专注在念诵呢？就是学习师姐，就是学习师姐，就是让我们这一刻可以专注在念诵。जपे काले मन को एकाग्र भावे रहा चित्त शुद्ध थाक वृथा कथा नहीं नामर्थ चिंता सदा धैर्य आश्रय पर नामे पे आधार करु कृष्ण नाम स्मरण चैंटिंग ऑफ श्रीप्रभुपाद श्रीप्रभुपाद का निरंतर सुन唱念诵好好的，在他的念诵，好好的念诵，他就是这样。去了 Bhakti Vinoda Thakur， 他对这个世界的评语就是一个去念诵 mantra， 是哈利南还有 Gayatri， 怎样去得到？怎样去好好的完美的念诵呢？这个方法就在以下。有些人说，我只是想念诵，不用去聆听哈利卡塔了。所以，如果有的选择的话，我就选择去念诵，所有东西就是。念诵可以完成，我不需要去做其他了，我不需要服务其他人，我不要跟随其他的礼节，只是念诵，因为念诵就是能够得到完美。是的，但是哪一种的念诵呢？Shakana Pandi 说道，我们应该去到纯粹的念诵，如果念了一次纯粹的念诵，所有的 Anatta 都会消除，所有东西只要一次纯粹的圣名，立刻的就可以连接到。但是去到纯粹的圣名，是吧 Swami Prabhupada 就说念诵就会开心。这个是什么念诵啊？就是纯粹的念诵，他没有说到是冒犯的念诵，还有是念诵的畏光。我们通常做什么呢？有时候是圣名的影子，但是大部分都是冒犯的念诵。所以说到念诵开心，但是这个念诵是什么呢？就是纯粹的。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想要去到这一点，就是纯粹圣名。Method for one to perfect the chanting of this mantra, both Harinam and Gayatri. 这个方法就在以下所说了 ，Bhakti Vinoda Thakur。当念诵圣名的时候，一个人应该专注他的心意在欲望主的圣名，还有去想起他跟圣名联系的小时光。所以为什么叫小孩去念诵这个 Mahamantra 呢？当我学到以后，然后再教他们学，就是因为这样。Srila Bhakti Vinoda Thakur 说到，当念诵圣名的时候，一个人应该专注
他的心意在主的圣名，还有去想起他这个圣名的笑时光。Hare Krishna 每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意思，我们怎样去专注在念诵呢？哈里代表 Krishna， 哈里代表 Radharani， 然后 Krishna 就是代表 Krishna 是姐吗？不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书，看看 Shri Jiva Goswami 怎样写这个 Maha Mantra 的意思。哈里的意思就是刚才的事情。你看，我忘记了这个事情，就是你看到我就是这个例子了，我不。所以好好的学习师姐，让我们可以专注念诵，很恰当的理解。好像 Gurudev 仅说，圣人只是 Rupa Goswami 只是说了 Hare Krishna 就已经进入 Samadhi， 所以 你看在印度很多人、觉得很困惑，谁那个 Hari Ram 的 Ram 是谁？ They know this mantra from very birth. 从他们很小的，从出生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 Maha Mantra， 但是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 Ram 是 Ram 主 Ram， 或者是 Balaram， 但是 Ram 不是 Sita Ram， 那、也不是 Balaram。要不然的话是、冒犯了的。这里的 Ram 是 Radharamaniti Ram， 记起名字的笑时光，然后心意的条件、生物体的条件生物体他们的心意总是、专注于其他的细数命题，然后所以一个人应该总是跟圣人联谊去控制他的心意，通过气觉还有内、修行。Sukadev Goswami 给到这个世界，在博加瓦坦整个生命都是花在睡眠中，就是愚昧，然后在白天的时候总是去赚钱维系家庭。 Gurudev 常常说 Palam Gurudev Sri Bhakti Bhagyan Keshava Goswami Maharaj 在他的他不是很常常去念诵师姐，但是不代表他不懂师姐，但是他懂得所有的师姐，但是他的课堂专注其他的东西，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要说，所以他就启发其他人去念诵师姐，就好像Vamana Maharaj 还有 Shri Gurudev 所有其他人，只是主碰 Maharaj 一点一个世界，是关于怎样去专注念诵，他就可以解释整篇整个课堂都解释这个世界。所以 Palam Gurudev Gurudev 说 Palam Gurudev
所有人都是花自己的生命在睡眠还有感官享乐还有赚钱去这里去哪里。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去聆听 Kirtan 还有想起 Krishna， 要不然生命就会浪费，生命就会浪费。念诵主的圣名，所以个人应该要有圣人联谊。在圣人联谊之中去念诵，然后通过气觉还有修行去控制心意，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这里说修行是什么呢？对我们很困难，很有挑战。所以我看到一个 Prabhu， 当他念诵的时候，他念诵 Gayatri Mantra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心意想着很多很多对象，很多的事情，或者是吸引。那个时候他不能够专注他的 Gayatri Mantra， 他的心意总是走来走去，所以说应该去坐在神像面前去念诵，因为你看到神像的时候你可以专注，但是你看着神像，但是你背后可能就想东想西了。所以 Prabhu 在念诵 Gayatri Mantra 的时候，他听了很多的修行Gayatri Mantra， Guru Gayatri 念诵的时候应该怎样呢？如果念诵 Guru Gayatri 的时候他心意没有固定，继续去念，没有好好的念诵，他的心意总是走来走去，所以他用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念诵这个 Guru Gayatri， 所以他的修行是什么？就是讲了，还有气觉是什么呢？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因为他觉得他的念诵 Gayatri 不纯粹，所以他就花更多的时间去念诵。他知道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做其他东西，所以我应该专注至少20分钟去好好的念诵这个 Gayatri Mantra。所以我的 Guru Maharaj允许 Pamupuli Goswami Maharaj 当他念诵 Gayatri Mantra， 在早上去念诵 Gayatri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去念诵，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进入他那个状况。11点 Mangalarti 之后很长时间才吃早餐，他是在念诵什么状况的念诵呢？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我们不知道 他在冥想什么，进入什么逍遥时光，他总是隐藏起来，我们不知道，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这叫做 Mahasanhananam， 怎样去控制我们的心意。 Bhaktivinoda Thakur 就有这个评语 Satcha， 这个是一个修行者他应该去有必须要去维系
一个外在的清洁，通过沐浴等等。念诵。念诵在沐浴前、沐浴后，或者是在沐浴中，哈利南是可以在是做随时可以做，但是我们要维系我们的洁净，所以不同的资格有着不同的程度。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维持我们的相连、水可以洗净我们，所以当我们吃东西以后，我们的手肮脏了，怎样去清洁呢？就是用水。但是有些人用水洗手的时候，我们要需要另外一种水去清洁我们的手吗？也就代表我们的手还是污染了。但是我们内在的清洁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曼陀罗。内在的清洁就是通过聆听哈利卡塔。有时候在印度，奉献者聆听哈利卡塔说：“哦，我聆听了三个小时的哈利卡塔，就好像在恒河沐浴以后一样，很轻声，好像我在恒河沐浴以后，沐浴了三个小时，觉得很轻声。”为什么呢？ Krishna 说，一个人涂了眼膏在眼上，为什么呢？就想看，而不是那个化妆的哪一种，我现在说有一种是20年前的哪一种，母亲把这个眼膏涂在小孩眼睛上。Krishna 在十一节说这个世界对 Uddhava 说的，一个人把这个眼膏涂在眼上，当一个人聆听我的卡塔，我吉祥的叫时光聆听，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内在的清洁，没有其他方法。哪怕用盐，你清洁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排毒，也不是叫洁净我们的身体。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他喝一些盐水啊去排毒。但是这里的清洁是什么呢？就是清洁安纳塔。只有这个才有可能。我们应该相信 Krishna 的话语，他给到这个话语给 Uddhava， 我吉祥的小时光，这才是内在的清洁。Shri Balati Maharaj 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聆听 Harikata， 只是星期日就可以了？或者是有时候 Maharaj 说，为什么你每天都要沐浴呢？一个星期一次就可以了，是吗？
Why we need shower every day? 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有沐浴？有一次、两次，或者是三次。They're clean, they're fresh, but 哪怕他们已经清洁好了，但是他们又去沐浴，为什么？希罗马拉说，通过沐浴，我们清洁了我们外在的身体，还有一个人在沐浴以后觉得轻身。但是沐浴的意思是什么？诶，所有的水都是从头，为什么我们要用毛巾去擦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些水的话，为什么我们要沐浴呢？我们会不会用自己湿的身体穿衣服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沐浴呢？用水沐浴呢？在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不想有 一地水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好处呢？有的，因为沐浴以后觉得很轻身，所以去每天聆听哈利卡塔都会觉得很轻身。所以聆听哈利卡塔让我们洁净轻身。所以还有一点，我在教所有奉献者，有在南之前南奉献者的那个学习营，我有讲过，在沐浴以后好像我们有洁净，但是不是的，我们要做 Archman， 以曼陀罗去做 Archman， 如果没有做这个，我们是没有洁净的。首先第一个，在博迦瓦坛，Shri Nanda Maharaj 他去亚穆纳河沐浴，但之后他做了 Tila 还有 Archman。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 Archman， 我们不算洁净。不是水，只是水，然后柠檬汁、苹果汁，然后喝下去，说可以吃完了吗？不是这样的，是要用圣水还有曼陀罗，然后涂 Tila 是很重要的，这也叫做洁净。然后这个是奉爱其中一个奉爱贺木，60是和奉爱服务其中一个。当我们涂 Tila， 我们应该念曼陀罗等等。所以 Archman 是很重要，三次。用圣水还有曼陀罗很重要，男的很重要，那个有条 围巾在肩膊，如果没有的话就像赤裸一样，如果没有哪一块围巾。在那个学习营我解释了很多，这个围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也代表 another day。 Krishna 总是有这个围巾在他的肩膀上。当 Krishna 带着他的
Chaka 去下 Bhishma， 在 Paramahara。I'm not going to that detail that Bhishma took one vow and Krishna also took one vow。我不详细说那个见证了。But when Bhishma， 但是 Bhishma 去发箭的时候 ，Krishna 很相信，然后拿到那个 Chaka， 他说。哎，你想做什么？你想，那大地母亲就说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他颤抖，他说 ，Krishna， 你想做什么？你想杀 Bhishma 吗？那个回经，Krishna 的回经，然后跌在地上。所以因为大地母亲在颤抖这个围巾就安抚了大地母亲，所以当我们念诵曼陀罗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那个围巾，我们应该总是有这个围巾，当我们念诵曼陀罗的时候，这个是 Prabhu 的，我们有圣线，有三条，有三条的，都是有些意义。下一次有时间我们再说，在这些学习营，所以很重要的。Female section ladies, Matajis also. 弟弟 Mataji。当他们在念诵曼陀罗的时候，也应该有一条根。所有的曼陀罗都是有特别的意思，不单单是 if I bu 是代表 another day。 He can do this by bringing the six enemies headed by lust。 他可以让六种敌人去攻击，就是维系这个捷径，可以让这六个敌人在控制以下，让我们的心意靠近 Krishna。 一天你们沐浴多少次呢？五次吗？四次吗？当如果你利用 Harikatha 去沐浴，这已经足够了。明天我们继续 Hare Krishna， Hare Hare Bo， 明天继续。Hare Krishna，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谢谢。明天继续 Hare Bo， Hare Krishna。